未来呢，我们将通过周班列长安号这一通道，会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进口更多的高品质的菜籽油原料，来保障我们国内的需求。 联动陕西的本土企业，用好长安号班列既有的国内和国外两种的市场资源，推进两种资源与企业的紧密结合，加快企业呢走出去、引进来，助推西安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。